那边也有一个。对啊，你说里面也有一个。对啊，这边总共弄到三个吧，超多。美酒，美酒，三个没有。两个吗？会在夜市卖美酒也厉害。然后以前有乡民就说，他夜市大同小异，卖的价都一样。对啊，完全没有地方特色。这边地瓜球反而没什么卖。因为它没有爆乳，对不对？这个爆乳没有那个云林爆乳，还是什么那个爆乳？没有，我每次看那个什么，不管桃园夜市还是哪边，也要卖地瓜球。这个生意烧烧什么？你好，参考看看，两只150。哦，香葱肉卷，好香肉卷，然后配色很看哦。这感觉比刚刚的香肠诱人。某一年过年，我们就认识。我是你想要吃香葱肉吧？看看哦。啊，这我这里也有一只。没有葱啊，我这边。卖水蒸蛋糕，怎么都没人吃？拿破仑派跟波士顿派不一样吗？差多了吧？拿破仑派。想不一样，下面有饼干类